总算是贴好了，我光贴好这一面墙就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，那些师傅可能只要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搞定了吧，真心佩服那些师傅。不过这算是完美墙吗？看这上面皱褶破烂程度应该不太算吧，你们应该这里看得蛮明显的齁。对，我技术真的不太好，这真的不行，这样以后应该没办法当美妆部落客，这样化妆上去脸都变如花了。顺道一提，我的金毛已经不见了，不过做人朴素一点也蛮不错的，但是这发型真的不太 OK， 只好等它继续长长了。好啊，那我也不是网美，我不是网帅，不是网红，不是什么直播主，我不太会讲话，我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啦，也不太会拍照摆 pose 嘛，对不对？这边讲其实不太适合我，我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看而已，至少比原先的这些杂物好看吧。哎，没有嘛，那算了，我等一下再把它摆回去。好，那如果喜欢这边墙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喜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个礼拜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，那我们下礼拜见喽，拜拜。